小猪佩奇的爸爸猪爸爸制作了一杯好喝的冰饮料，想要送给猪妈妈。正在想送给猪妈妈的路上，却被巫婆小猪变小，并掉进了饮料杯中。猪妈妈捡到了这个饮料杯，将它带给小猪佩奇。小猪佩奇用他的魔法棒将猪爸爸变回了原样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由粉色、玫红色、橙色、蓝色、红色、青色、墨蓝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